跟着志工的脚步走入市务医院，志工们这一趟是要移交全新的体外除颤监护仪给院内的呼吸科。基本上每个月差不多我们会做20到30个病人，然后因为每一个病人在做这个procedure之前，一定要量血压、血氧，要确定它稳定，我们才能做。然后做这个procedure的当额，它可能心脏会出现问题，或者是血压会低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刻检测到，我们可以立刻急救。因为这个是新开的部门，所以这些仪器都没有，所以绝对是这架机器绝对是救命的机器。这个仪器对市务医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很感恩社会大众的长期以来的支持，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捐赠。抢救生命是无价的投资，志工的援助犹如及时雨，让守护生命的白衣战士无后顾之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玉娟、陈素娟，马来西亚报道。